I need you more than you know。繁日巴士公司是目前辉日 City 入面最大型、最大规模的交通营办商，或者是一个巴士公司。如今繁巴已经是一周年，我们现在看看我们的巴士路线。今天要介绍的路线就是停办了的学校校巴路线繁巴 1A 线。而停办的市区巴士路线 1A 由繁巴营办，取消前来往中文站和爱伊，途经中文区内的拉巴尼街、书院道和中文书院。这条路线在2018年5月开办，营运期间是作为一号线的分支。一号线途经离昌区的拉巴尼街来往中文书院，而 1A 就刚刚反转，是途经食街出去繁日道，拉巴尼街右转书院道。平日客量不算太好，但因为途经多间学校，所以在平日上学放学时间都特别好客。后来在2018年8月停办，因为它服务的区域基本上不够全面，所以是由循环线 1C 取代。2018年5月31号繁巴开办 1A 线来往爱伊和中文铁路站，以疏通一号线中文书院学生因为顶闸而迟到的问题。2018年6月4号来回程改经繁日道，2018年6月5号改回拉巴尼街和书院道，2018年8月22号取消服务，由 1C 线取代。这条路线停办前的班次，星期一至六繁忙时间是5至10分钟，非繁忙时间可以追溯到30分钟，20至30分钟的班。全程收费是4元，用车取消之前是派两架单层珍宝 KFCY 4米来作挂牌车。行车路线方面，南行就是途经食街繁日道、拉巴尼街、书院道和中文道，北行就是中文道、书院道、拉巴尼街、繁日道和食街。根据运输署巴士路线客量计划显示，这条路线每日平均乘客量为645人次，最繁忙的一小时载客率为 26%， 而非繁忙时段载客率只有 0.1%。